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致缺乏。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，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。他使我的灵魂苏醒，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。我们接下来敬拜，我们请指挥师。各位弟兄姐妹，大家平安。容许我在敬拜之前，为大家来恭读一段圣经的经文。由我来恭读，请各位弟兄姐妹用心来听。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一章第三节这么说：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一节一章第三节这么说，在神我们的父面前不住的纪念。你们因信心所做的功夫，因爱心所受的劳苦，因盼望我们主耶稣基督所存的忍耐，被神所爱的弟兄姐妹啊，我知道你们是蒙拣选的，愿我们的福音传到你们那里，不独在乎言语，也在乎全能和圣灵，并充足的信心。阿们。我们相信在创世以前，神已经先爱了我们。在创世以前，神已先创造了我们。在创世以前，神就先认识我们，拣选了我们。我们从此就进入了那永恒的约定当中，好不好？这个时候让我们一起站立在上帝的面前，叫一切的宣告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。因为我们是神蒙恩的子女，今天在耶稣基督里面，我们要得着真正的自由。我们一起说，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，起来。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，再去。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。天父他已经爱我，创造我，认识我，拣选我。我知道，我知道。
由。那么今天继续用我们的心，扬起我们的心，来到神的面前，全心全人来到他的面前来敬拜他。愿神，我们这一次在神的面前，我们在主的面前重新来立志，我们要跟随你，而且跟随你到底。帮助我们定睛在主的十字架上，用你的全心全人来到主的面前。主帮助我们学习如何更爱你，更加爱慕你，耶稣，吸引我们。如果全人全心。跟随你到
前就拣选我们，认识我们。主啊，帮助我们每一个人立志在你面前跟随你，就每一个信徒都成为门徒，就每一个门徒都进入神你那永恒的约定。谢谢主你的恩惠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弟兄姐妹请坐。弟兄们仍然安静我的心，继续来敬拜你们的天父，让他们找到千万个理由从心头里面涌出来感谢赞美他，颂赞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恩典。求圣灵的爱浇灌在每位弟兄姐妹当中，让我们一起来颂赞他。颂赞主我的灵，我
我们就能够涌出千万个理由来赞美你。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，父神，你是那耶和华以勒的上帝，主啊，在你的山上必有预备，主啊，你已经在苦水的旁边预备了那甘甜的恩典，主啊，求你教导我们，教导我们如何去行，去得着你那随时的帮助。其实当我们在试炼来临的时候，主啊，求你帮助我们的心仍然要欢喜快乐，因为依靠我们的主就已经得胜有余。赞美我们的天父，祷告全然的交托，都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宝贵又得胜的名，阿门。